错，就像抽走一块积木，大好的部分可能会轰然倒塌，它是一种未知的冒险。工作上我是一个希望会有突破的人，扩大我的舒适圈，然后想每部戏演不一样的角色跟故事吧。2023年对我来说是在变化中不断追寻成长的一年。假如让我给自己的2023写三个关键词的话，我想应该是成长、突破和长相思。长相思开播的那一天，电视上满屏的红色，那一刻好像是有一种在做梦的感觉，就是终于播出了，很开心。只有经历过时间的历练打磨，才有可能绽放出非常耀眼的高光。我相信每一次的变化和突破，最终都能超越时光，成为闪耀的瞬间。